阿红，这个给你，等一下新郎新娘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他用力的摇下去。好哦，这么多人手上都拿着彩带，挥舞起来，场面一定很漂亮。是啊，为了给阿美最美丽的祝福，我特别到了缎带王买到了这个彩带仙女棒，五颜六色的彩带看起来很缤纷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班下个月的舞蹈表演也可以使用彩带仙女棒了。嗯，好主意。哎，新娘新娘来了，我们赶快用力的摇起来吧。耶！